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贺，回威海了，继续到村里给老人做饭。今天准备了40斤的鸡腿，一些土豆、香菇。今天给老人做一个鸡腿黄焖鸡。这个不多说，开始干。奶奶奶来，那都有80没了吧？哎，给剩五了，85了。一会儿就跟这婶用这个鸡腿跟土豆、香菇做黄焖鸡，也没这老人做的。然后自己跟家打个分，不是打一个家尝尝。好啊，行行啊，不用谢。你身边有75的一啥都高的地方都回来的啊。好啊，把鸡腿冷水下锅。加入葱姜料酒，盖上锅盖，先把鸡腿焯下水，土豆削皮，香菇切厚片，开锅后撇去血沫，把焯好水的鸡腿捞出来清洗一下。哎，来点一个卡的呢，来，谁还没有？来，大姨，来，谢谢，好了，叶盆给，叶盆给啊，我着急，叶盆给，着急，来，好了，来的，找个阴凉场躲一会儿，别跟阴太阳晒，不晒呀吗？啊，好。来，我这就开始做菜啊，做菜做好了就分。姜必须去皮，现在准备点一会儿炖菜的料，葱姜，再准备点干料，来点八角，来几个小红辣椒，白芷，再来一小把花椒。起锅倒入花生油，倒入葱姜，来一大勺黄豆酱，蚝油，把酱炒香，倒入干料，倒入鸡腿。一滴鲜酱油，再来点冰糖老抽，再把鸡腿炒一下，加入清水，盖上锅盖，先把鸡腿炖一下。那螃蟹很凉，鸡腿炖了一会儿了，加点盐，把洗干净的香菇倒进去，土豆切滚刀块，香菇炖了一会儿了，继续倒入土豆，又是满满的一大锅，盖上锅盖继续炖，来。来，可以，我给他还有两个罩子，先磨一会儿，大爷马上就好了，大爷啊。菜炖好了，加点鸡精，撒入香葱。好嘞，出锅。还有馒头，小小的，一个俩馒头不是？来，大奶给我。大事儿，你看96岁的大奶，身体非常好。大叔，大家身体健康啊！看看这位谁呀？太烦。啥事儿？这个太老太，大奶96岁了，身体非常好。来，黄大哥，大奶啊，好了，咱们加着吃，别疼着了啊！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吃啊！好，慢慢的。来，慢慢点，大爷啊！来，就我大奶。大奶，你就我嘴了。这样子不够吃，大爷。不用谢，好点加吃。拿个俩印儿，大奶不是完了。没有，没有，什么都有。好嘞，这叫俩印儿都够吃，大爷。慢慢点的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省着钱，省着钱，省着钱，多点吃就行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哥哥，啊，拿着两盆，我给他放一个锅里就行了，那好得了。好嘞，来，王大哥，啊，快尝尝吧。哎，好好好。这锅卖啥都有，来跟进来坐在一块儿。好，谢谢你哈。啊，不用谢，别打牌哈。别疼着，别疼。好嘞，咱俩得了啊，这个来都狗屎吧？好，一身的狗屎。好嘞，来来来，这个好得了，你这慢好啊，鸡哈，我在马上就，别疼着了。好嘞，慢点得了啊。好嘞，咱俩得了，咱俩就得了面就行了。好，那馒头了，大爷哈。好嘞，我打牌很快。一会儿就完事儿了，搁着边别藏着了，慢慢的啊，刚出锅。我弟给他洗哈，咱俩洗哈。好嘞，满满的一大碗。你也得一碗汤。好嘞，慢慢的啊。好嘞，我停。好嘞，慢慢得了，也别藏着了啊。你的碗呢？怎么打你大车了？好。再给大家，好嘞，二弟老了哈。这一打台一忘活起来，就看这椅子给来个菜，这鸡蛋好啊。好嘞，我这两个，我知道的呀。大奶不能摸出门，不能出门。对，这些都知道。我知道。我刚开始你告诉我的。好，慢慢得了啊，俩人够吃了吗？大爷，够了。来，请客，抬去掌握。来。这一个人得最少三四个鸡腿儿。好嘞。
来，你这样得的，好，慢慢的啊，别疼着了。好嘞，慢慢的，大爷啊。好，行的，好使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继续继续。哎呀哎呀，继续。没事，不用不用管，一会儿我再给你疼着。你疼着，我这不疼着咋了？你看，没事，我再给你赖一撮。80起了，今天赖着烫，80起了，哎，撒点无所谓，再给你赖点，只要别疼着了就行，就怕那疼着了。你俩人，好嘞。好嘞，俺吃着饭大串，来来串串，够吃了吧？行行行，不行了就不行，咱们俩人来呀，不行，俺盛馒头家里有，好，给你俩吃，来来来，一会儿给你来大串了，这才俩，那俩人够吃，够。好嘞，慢慢得吧，别疼着了。给老爹领的，老爹领的。哦，好好好，给大爷领的。行，反正馒头啊。我地方拉的大事，我不知道多少个老月馒头都分完了，啊，多吃点儿，加点挪上别的那儿去，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了，来，早点加上，那加上给大爷尝尝啊，好嘞，都来领着给老人尝尝，有些散了就大事儿，大事儿九十多贼的挺多的，刚才有个九十六贼，给咱俩自己来得了，是你的表，嗯，你也敢喝啊，塞。那家人给咱得尝尝啊，慢慢得吧。谢谢。不用虾兵虾兵。好嘞，赖的不晚有才。你这自己吗？俩，俩人啊。好嘞，两个，俺俩都是提起提。来个彩铃。哎呀，我那要兴奋劲儿了。不要了。我还说咱家还没那啥兴奋劲儿呢。两个人儿，这家才俩人都够吃的呀。哎，真够的够的，到这家吃啊。啊，来来来，走过来，给你。哎呀，赖的不晚呢，最后一分钟找了，我说都撞给你。好。好嘞。我给这些孩子都装给你，下去多吃点盘。好，我看我等了一会儿呢，应该还没有老人在带，都装给你，别管谁了，我再给你赖个菜。哎呀，好了，加上俩人都够吃了，慢慢得了啊。行，谢谢你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走，哎，到人家吃啊。今天做了满满一大锅鸡腿黄焖鸡，都给老人分完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